整栋楼啊，里里外外都是龙。大家最喜欢问这句话，到底圆山的老板是谁？蒋寿美龄就看上这个地方，一夕之间，台湾大饭店就消失掉了。我一直在想，圆山它跟别的饭店是不太一样的。它曾经有多少精彩的故事在这边发生过？